大家好。Hello， 小海豹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 何绿涵，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讲嘛，大家晚安 ，Hello QQ 男子 ，QQ 男子 ，Hello， 大家晚安 ，Hello 你希诺 ，Hello 大家 ，Hello 我用了呀，反应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Hello， 吴亦凯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啊，晚上好，各位晚安。这不行，不行 ，OK。Hello， 李天天 ，Hello， 难得今天有把事，对呀，这是久违的一天，很难得吧。哦吼！谢谢 QK 男子送炸弹 ，QK 男子要送100个炸弹才能炸，砰！吴姐姐好可爱，对呀、啊，跟我一样可爱。好，贝才新鲜，你们行动冲 ！Hello， 塔瓦哥 ，Hello， 小海豹。大家晚上好 ，Hello， 崩帽面麻四推，哈，谢谢变成新鲜一毛所的理最闪亮，哦呼，大家快点，我们来炸，砰，加油，谢谢变成新鲜一毛所的52个，谢谢 QQ 子送炸弹，砰，乱讲没那么多浪花，那你就去找浪花、啊。我有135个浪花，还多对不对 ？Hello， 草莓酱 ，Hello， 我只是说蝴蝶结可爱，我没想到，我自己说我可爱。Hello， 孙少凯，晚安，谢谢孙少凯分享直播间。Hello， 陈恩，晚安，好没了，好我还有，大家晚安。Hello， 子阳 ，Hello， 子阳 ，Hello， 确实接不出过你。大家晚安 ，Good morning，Good afternoon， 对，就是如此。Hello， 谢谢你我他送直升飞机，谢谢你我他。前面昨天 ，IF 的照片要说，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很好看嘞、欸？对不对？感觉今天的衣服很新，很白。对呀，今天是穿2次的衣服，今天是第二次。Evening， 小妹要来我的生日会，是来我的生日会，不是你的生日会。而且你的生日会我干嘛去？没兴趣。Hello， 亚美金要来，大家晚安。对，大家有买我的那个吗？生日会的票，大家有买吗？哈喽卡丘晚安，大家晚上好，主播怎么拍嘿呀，星星笑你旁边是我生日，还是自己告诉我生日位，随便你要搞几个。哈喽剑不易，哈喽卡丘，谢谢卡丘分享直播间，小妹姐早上对呀，你姐有配上服帖也衬托出我的可爱了，看Hello， 弟弟，来元乐生日会票买好了，哦耶，买好了，谢谢卡丘。那其他人有没有买呢？顶多有事没办法去，不行，买了就不能退。我说的算。我要去看阿派一姨妈的宅园，去啊！我们叫你不要去，吵死。Hello， 何必问？晚安。晚安。那其他人有没有买？除了倪欣有没有问他？有打算。
凶，我没有很凶啊。小雨，小雨晚安，小雨晚安，我没有很凶，我只是略过他而已，他应该感激不尽，受不了。Hello JC 来应援了 ，JC 来应援了。可是我那天还有研讨会，有时间就偷偷去参加，趁没关系啊，研讨会可以到时候再演啊，不用研讨会耶。Hello R E N D A R K， 久不出过你。Hello 幻影战士 ，Hello 永旺 ，Hello Mr G， 大家晚安，可以追踪我的 IG。我觉得我应该改个 IG， 这边改个 IG，IG 冒号，空格，对，这样。这是我的 IG J 啊，没这一个月喷太多钱，没关系，我相信你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下次有机会就可以了。我想被阿胖喂死蛋糕了，那你去啊，这边不是阿胖台，在咩流利流失。Hello， 提取瓜强，提取瓜强，晚安。熊妹没有来看直播会被 diss 哦。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是昨前天什么天星期三没有来看我直播，对不对？那熊妹记得帮我抽个好位置。好啊，如果是我抽的话，哈，我坐偏，把喜欢的人坐好一点。像你西农，我就把它放在一个最后面，第一百个。在边、啊，晚安 ，Hello 主播 ，Hello 坏战士，刚刚看到雨林，雨林晚安，雨林晚安，谢谢卡丘送的炸弹，听许高小晚安，大家晚安 ，Hello 玉祥2884，谢谢鸡尾巴送的荧光棒，雨林晚安，雨林吃饱了吗？谢谢雨林送的 Love You， 雨林。Are you new? 直播左票没有直播左票啦，哈！小妹可以帮我抽第一排，但不行啊，你哈是最后一排，真是，哎。熊妹不用去聚，那是不是松了一口气？没有啊，哦，松了好大一口气。哈 ，Hello， 新一，新一晚安。今晚熊妹吃饭了吗？还没有，我还刚放学没多久而已。自制道具，对呀、啊，不错吧？就可以打，这样。还没吃，我刚睡醒。哦，雨林晚安，他刚睡醒，我也想刚睡醒那种感觉。谢谢雨林送的玫瑰。我告诉你，就是我那天，因为他们原本呢。因为他好像是雨林，好像是上次的吧，星期一8:30直播，然后原本要记得去看，可是呢，后来我就忘记了，后来我就忘记，然后他明天的7:30，对，明天7:30，我还记个闹钟去看，忘了，8:30，我忘记了。我是隔天还想起来哦，我忘记了，所以我刚才又去看一下，它是7:30。对，耶嘿嘿，熊妹，你们应该还是会去看演唱会吧？难得的机会，对呀、啊，很难得的机会，说不定我们有缘会相见哦。明天开始上全天班到礼拜有准备开始抄写，从。明天星期几啊？星期二，上礼拜六，哇、哦，全天呢，好累哦，对不对？这个表情看真的不想看，没有，这个表情是在 smile， 你看 ，smile 健忘球没有，就突然忘记了，对，七点还是七啊？是八啊？5:30啊，想起来了，5:30，因为它是17:30，
十七嘛，七六对，五点半，说错说错。前面有机会要跟前面好好互动一下，快学自我介绍的。好、啊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就会跟他说 hello， 我要跟他说有气人在望。Hello， 嘉阳，嘉阳晚安，嘉阳晚安。你果然扛再加一条龙，再外一条虫，没有，告诉你哈，我在家哈是一个虫，在外面是一条龙，懂不懂？谢谢嘉阳手的看好你哟。那你可以祈祷你遇到，拜托我不要祈祷遇到你，遇到你哈，我一定转身就在这个谁啊不记得了。你几岁？我今年十六岁。对，今年十六岁。对，希望可以跟熊妹有缘相见。对呀、啊，希冀我们一定会相见的。哼哼，前面上学辛苦啊，你们上班辛苦了，大家都跟我一样辛苦了。对啦，笑死。对，十七点，对，没错。七点二十分到晚上六点，中间休息一个半小时。一个半小时，七点二十也好早、哦，七点二十我都才刚出门，七点二十我才刚出门呢、欸。谢谢嘉阳送的玫瑰，看到你要长是鬼狐狸，在家是工具，没有在家是个打扫的阿姨啊、哦，阿姨在打扫家里，好累。在家是小屁孩，你在家才是小屁孩。可是熊妹上午才会去，没有我们。我们哈，什么东西啊？上舞台不会充电，因为舞台灯光太亮，就马上充饱电，对不对？零三年，对，零三年的，我们一定有人想起来，拜托，我们一定不会相见的，对不对？那人那么多，这次不是鸽子的哦，这次不是鸽子的，对，这次不是鸽子，我帮你改名，帮你改回正名，叫新一。打扫而已，对呀、啊，每天都家打扫哦，还有撸拖卡啊、吸地板啊、吸碗啊，很有阿姨的风格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小妹 ，Hello， 樱桃妈，樱桃妈，晚安。小妹，嗨嗨，玉超，玉超，晚安。都小妹在做，你都没有动，我有在动，好吧，我每天都在动，动，这叫动。在家都在睡觉，要是要扫什么？对，我在家没有睡觉。告诉你，这四天我们会分段。我们先讲前两天四五连假做什么，然后下星期三人再讲六日。对，六日我超忙的，忙到都没时间睡觉。小妹还没过生日，还可以说自己十五岁。没有，我要自己说自己十六岁，那看起来比较大一点啊，对不对？谢谢雨林送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雨林。我坐公车，我住山脚下。我坐公车，我住山脚下。六点五十几就要出门，不然会死。哎，我有次直接改六点五十才起床，差点要迟到。我喜欢鸽子哎，那好，我以后就叫你鸽子。Hello， 鸽子，鸽子你好。好，夜雨苍神，夜雨苍神，晚安，熊妹晚上好，晚安，熊妹好棒，帮忙说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很优秀？谢谢。我八岁，对，雨林八岁，我几岁？我十六岁，对，我十六岁，我们相差太多了。这次连假不能睡，是因为要断考，对，就是因为断考啊，是断考。他也不会选时间，你要么就连假前，他可以睡饱四天，但不是因为断考啊，对不对？雨林好，我阿国来监视有无国民在这里，就是你哈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娃娃，娃娃国就是我。啊 ，Hello， 玉小先吃饭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吃饱饱。你们年龄差两倍，对，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八二十六，哦，我们差两倍呢，
他好小，我好大。说谎鼻子会变长哦，我没有变长，我刚好16，我没有说谎。嗯哼，哇，两倍，熊妹要变熊姨，熊姨耶，好棒哦！你要请叫我熊妈妈，谢谢。我是路人，不是娃娃国，你不是娃娃国的正式，我知道，你不是路人，你是友人，你是有朋自远方来的那种人。你快叫熊姨，不能没大没小，哈哈哈！熊妹表示傻眼，没关系，以后请叫我熊姨。啊，好小，听起来有点，对，听起来有点母汤。大家吼，不要想歪歪，这样头脑会变歪歪。Hello， 巧达叔，巧达叔分享直播间，我的确在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对，我有朋自远方来，对不对？熊姨三姑六婆属于人家一员了嘛？没有，我不是三姑六婆，我是什么？我是自己组了一个叫什么？叫做，让我想一下，三姑六婆，三姑八婆好像比较好听，三姑七婆。鸡婆阿姨婶婶要很吵，你才屁呀、啊！你才屁呀、啊！哈，真的是哈，又多了一个姨，人家都不喜欢你，就你的没关系。好，以后叫我妈。没有，潘姨表示不可吵，八婆八婆。我是小林小琴，地缘的人哦，地缘的人，看我看懂的这个字，因为的很常出现。地缘八婆，我是八婆中的一员。没有啊，我是自己组的，叫八婆队。我组八婆队。上次我们叫的杰星是豆皮奶，挤出来的奶叫豆皮奶。小妹以后，所以啊、哦，黑哥来了。黑哥晚安。所以以后熊妹改为熊姨吗？对，以后请叫我熊姨，谢谢。我要叫熊姨哦，我要叫姨姨，熊姨。对。Hello， 黑哥，问题发言啊！好，有问题请发言，谢谢。哦，你说地缘问题发言 ，OK。熊妹应该算天使组的，真的吗？我长得像天使吗？你看我是不是圣光？有圣光哦，天使光环这样，照一下我就是圣光啊！我今天精华剪这个八宝，你自己剪啊，不要跟我报备，我告诉你哈，我已经放弃，不要。不行，要改官方名称，玩那么大没有嘞。然后熊妹改熊姨要花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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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间呢，对不对？我笑八婆笑哦，谢谢黑哥送的什么脚踏车，这叫什么？我知道这叫什么啊，带你去流浪。对，我们要去流浪了，拜拜。我要踩着脚踏车去流浪了，各位。谢谢黑哥，谢谢你，我们一起去流浪好了。谢谢黄云在熊姨姨去流浪，好吧？我要去流浪，各位要想我，要想我哈，拜拜，因为你撤，我要蹦出来了。啊，我决定我明天要去流浪，各位拜拜，不要太想我啊。傻眼什么？熊姨很好听耶，拜托！天使组想起某个霸道国主，谁是里面的霸道国主？说来听听吧。Hello， 坤坤 ，Hello， 叫熊妹比较顺用，因为你们叫久嘛，我就说吧，要改熊姨要花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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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间。熊妹很可爱啊，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有眼光？耶、yeah, ，卡丘，拜拜，Hello， 素素晚安，
HELLO TOURIN 主播小哈 HELLO 坤坤，大家晚安，星期二的人都晚安。Good morning， Good 什么嘛？哎 ，Good afternoon， 对 ，Good afternoon。八婆在国语算是普通常用字，对，很普通啊，就是普普通通的文字，对，大家懂就好。Hello， 威尔森，谢谢威尔森分享直播间，谢谢威尔森，威尔森。雄蚁八位一位平地，对我讲这样吼一声吼，就下陆地吼就变平了，连山都变平了，应该是这样意思吧？应该，哼哼。小妹根本不能加入天使组，天使组太可爱，跟我一样可爱，真是太害羞了。霸道国主等于那个李氏姐妹的妹妹，或者李彩杰、海涵是吧？还是国主很厉害，可以当霸道国主。我要成立一个地主，我要成立一个国土，叫做熊妹军团。熊妹军团。而且听说真的熊姨更漂亮，这样会混淆视听。跟什么叫熊姨耶？什么熊姨？熊姨就长跟我一样啊，一样美。谢谢，谢谢子阳分享的直播间。八婆常奶奶骂人的，没有胡说。八婆是指吼八个老婆婆，叫八婆，简称为八婆。酷斯拉的亲戚熊妹，我不是酷斯拉的亲戚好不好？熊妹比较少跟天使组一起出去玩，离太远。对，我们离了大概几公里了，太遥远了，遥远的距离。要跟娃娃国邦交吗？好啊，我们正式成立为邦交国，欢迎大家。我们现在是邦交国，你到几岁还这么综合？因为我没有综合病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综合行为，不好意思哦。广东话也是，而且可以很侮辱性，对吧？谁说要讲那个字的？就是你们乱交啊！永远好朋友，主播晚上好，谢谢分享，谢谢。现在是交流时间，八个老婆，对呀、啊，八个老婆。Hello， 黄宇晚安。对，我们现在我已经跟娃娃国邦交了，我们叫熊妹军团跟娃娃国成为邦交国，恭喜，请大家为我们庆贺。快点啊，拍手，都没要拍手吗？我们放烟火，我跟我一个邦交了，太感动了。八婆是指爱说非八卦的妇人，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把你这个那种讲好听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真是啊、哦！不要，我不要雨林北卡，雨林不会呛啊，雨林比我聪明多了。小妹不要跟我国断交，对我要、啊、我决定我本日哈，此时此刻已经跟你形容这个国家已经断交，切！中二，你心理年龄可能还没到，对，我心智年龄已经高等了。荷尔邦交成立，现在卡丘送掌声，咕咕哩。还是雨林强，雨林强了吗？问一下雨林好了。小妹以后可以当老师，一个人自嗨，拜托，不行。我不会自己自嗨，当老师哦，因为有些老师哈，就是像我有一个化学，我们上化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化学啊。他这样，他讲什么？他自笑，我绝对不会像这样。恭喜两国建交，对。哈哈哈，枪！我想起了广东话发音，不行，枪！那打错口头禅，不行，不行，对，不行。啊，口头禅真多呢，真是害羞耶。不行，对。你有看到我粉丝专业都 po 了好多你的美照没有？我都没有感觉每一张的美照，我都没有来看一下。哦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哦，你看你从这个。我每次看到粉丝团啊，
哎，太母汤了，都不知道在看什么。后来吼，我就没再看。Hello， 派鱼派鱼丸，好啦好啦，我们进入主题了啦，差不多，因为垃圾车已经来了，所以要赶快进入主题。熊妹的粉真好玩嘞、欸，对呀、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玩。人骑了吗？人骑吗？什么人骑吗？骑吗？骑什么？我蛮爱看的、啊，熊妹倒垃圾，我们要倒垃圾，我家不需要倒垃圾，好吧？好啦，我们讲一下星期四、星期五是干嘛的。哦，星期四、星期五呢，是我阿姨从台北下来高雄玩。嘟嘟嘟嘟嘟。对，对。然后星期四我们干嘛？我要想一下。啊、哦，好久需要有内鬼，没有内鬼，谁？有人要有人在这里当内奸，对不对？熊妹有王伴是谁？我本来就有王伴啊吧。哦，对，星期四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啊？星期三，等一下，我思考一下，我们什么时候放假？哦，星期四我阿姨才刚从台北下，大概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才下。对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呢我们就这样，这样我们就去星光三月，因为星光三月呢，现在有那个，就是他们来我们家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就过了几分钟，他们休息完呢，我们就去星光三月的，因为现在有美少女战士的快闪店，噔噔，美少女战士的快闪，这是我第一次在高雄逛快闪店呢，对不对？真的第一次逛快闪店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去，因为那边人很多，然后我们就去买一个这个，这个是吼，这个很可爱哦，超可爱，对不对？这美少女战士那个光环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，这样，然后就买一个，因为它这个很漂亮，你看没看那个钻石？哦哟，好漂亮啊！然后你知道它的用途是干嘛？它这样，它有草莓味，我发现它的草莓味有点像牙膏那种。它是有点牙膏味，真的。因为我也想去买东西，我就想买这个美少女战士的快闪店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去买这个，这是可以，这是有点像护手的，就是你全身都可以抹，就可以抹嘴唇、抹手手、抹脚脚这种那样的。对，没错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很符合我的气质，对不对？这样看，看到，哒哒哒，珠光宝盒，这是牙膏，这也有点牙膏味。草莓牙膏弄过这样，那个美少女和这个，对不对？很跟我这样，很配哦。OK， 跟我一样。熊妹粉丝团的大头贴史迪奇熊妹很可爱，对我真的觉得里面最好看就只有那个头贴，其他好我就觉得哦怕白。吃饱了，吃我最爱的虾仁炒饭。我会想吃虾仁炒饭呢、欸。我今天去吃虾仁炒饭好了。你都在睡觉？没有，我们每天我们在睡觉，我们起床。我现在11点多，然后就起床，快要12点，对不对？现在垃圾车音乐不一样，以前都是给爱心，都要这样，这样小妹帮我倒垃圾，因为我家不需要倒垃圾，被追垃圾车太累了。西西在吗？西西不在，西西不在。谢谢 T 恤哥想说 kiss 啾啾，还有枫叶。Hello 罗志祥来祝福你中大奖，追踪的主播。结果熊影响的目的不是他们，没有，他就是下这就是放松。我们这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。我们粉丝团不对不对，就是看一下我们粉丝团，不对不对，就是看就来讲什么啊？就看哦，来高雄玩一下啊，可能看一下我们美丽的风景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美少女盒子好可爱，对，蛮符合大多低龄的你们才拿。低龄的女孩，我告诉你没有大人好不好？什么低龄的女孩，气死我了！
学粉丝团只有没照片。Hello Hello， 好好 Jimmy Jimmy， 晚安，大家晚上好。基本上好，晚安晚安 Jimmy。然后对，我们就去玩嘛，然后玩玩。玩完我们就去这间玩嘛，然后嘞，哦，我们去吃饭，我们很早去吃饭，我就带他去我爸一直很想去吃的一家叫什么，不知道忘记了，就是一间还蛮就是那种台式的那一种，就是有就是牛肉面，然后台式小菜这样，我们就去那一间，还要吃蒸饺、笼包、小笼包那一种的，我们很早吃了。Hello 零零二，一起说推起来，一起说推起来。还有一些台式小吃，星期四我们都没有干嘛，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哪里？瑞丰夜市，那天瑞丰夜市人超多的。神秘粉丝团，你上次喷我喷了一小时，这个比赛我还没跟你跑，我要喷你喷一小时，真是的，嗯。哦，你说你后来没有去哦？你后来走了，我在跟查查，哎，我小心聊你呀、啊，哈哈哈！你的事情要被爆料出来啊！熊妹有带爱去卫武营国家公园吗？风景啊，有，他们自己星期五，不，星期几？星期五早上有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家，呵呵这样，他们很早就去了，所以他们有自己去，他们去，因为他们是。Pogino Go 的名，就是任何那种社群日啊，还是一些大型的活动，他们都去，都会去抓，所以他们大部分来高雄就是抓宝可梦。对，我不喜欢去人挤人挤，因为那一天有万年祭，可是我没有去那万年祭，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万年祭，因为万年祭每次都超多，然后瑞丰那天刚好也很多，就是这整条都是人。然后我去万年祭呢，我们就去啊，不，我不是去万年祭，我去瑞丰夜市，我们也没有吃什么，因为我们已经吃饱了。然后我妈妈就去吃那边的臭臭锅，那个臭臭锅。然后我和我老弟呢，就去夹娃娃机，我们夹这只，这只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是史蒂奇的朋友。廉价去瑞丰 K 鞋，哎、欸、来，这些安安呀，噗！我不过我这次去万年祭也是被罚站，万年祭人超多，真是死的。所以我的话，因为他们在吃饭嘛，然后我就跟我弟在那边看夹娃娃机，很可爱吧？这个是史迪奇的好朋友，你们看这个小毛头很可爱啊，它是一只布娃娃，一直用那种是纽扣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扭封上去，一只布娃娃。你们猜看这只吼花了多少钱？谢谢玲玲啊，分享直播间，我去打气球，打的比你大只哦，真的啊，真的哦，这只很可爱哎、欸，哦，超 Q 的。万年祭我们去过90，纸箱差的有点，就是在低一点点，差的还蛮近的，不过是角落生物。哦，我也想要打气球，不会打气球，连射气球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们那天去夜市哦，看到有一个很专业的人，他就是这样那种转，那种射气球不是有那种转吗？他在噗噗噗噗，他每次都瞄准超准。谢谢右上的星之冠。谢谢右上的 kiss 啾啾，这样。你知道那个人超强啊，他就这样一把枪啊，他就这样连续一排，这样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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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，这样打还超厉害，真的是专业啊！他的娃娃可以得超多，他这样一把枪，然后噗噗噗的这样连续打下来，很厉害呢。Hello， 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超多的，真是超强的哦！欢迎新来的朋友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哦，追踪 IG 哦，我是真优。Hello， 博弈米粉冒险者，还有金优，金优晚安，还有莫女士，还有 YI 等音乐，大家晚上好。就我头顶那只啊，可惜那它没有。
哈密瓜一样造型，哈密瓜一样啊！你知道这一只哦，这一只长得好喜欢啊！就嘴嘴巴长这样，还鸡鸡，有没有说好听的？对啊，这一只好花80块，超贵呢，80。Hello， 劝局怎么错过你？大家晚上好，晚安。没有说的好听的，好吧？好啦好啦，然后呢，我们星期五呢，我们就去干嘛呢？星期五我们就是去，哎，他们早上就去那个什么，他们早上就去魏武营，还有博尔。原本我们要去博尔，可惜我们都没有去，因为都在家休息。我们就是晚上吧，对，我们就是晚上，我们去那个台旅，你知道我们去台旅吃什么？吃烧烤，吃烧烤，我们去台旅吃烧烤，吃烧烤哦，那个肉超多，它是那时候po IG，然后肉是一整盘，因为它是一个套餐，然后什么肉都有，那种梅花猪、牛肉，然后那种什么肉的。才80，我打气球一次就100了。对啊，打气球我不会打气球，打气球真的太亏，真的，算是便宜了啦。其实很贵，80块超贵，真的。Hello， 晚安，你追踪我主播，欢迎新来的朋友可以加追踪我的 IG 在头上那个。80讲到什么算你？真的吗？其实不止80吧。因为这个是别人剩下的，就是快把花80块就给包起来。Hello， 晴湖晴晚安。博尔有差点，对呀、啊，因为原本我老爸下午想去博尔，就是博尔不是有一大堆，叫做什么？就是博尔有什么？就是博尔有那个凤梨酥叫维乐山丘嘛，我老爸就想去那边吃，可是后来就没有，因为他们已经去完了。原本我们下午要去。可是今天阿姨他们已经去完了，在梦时代吹冷气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。刚好今天也买烧烤蛋，我真的是吃烧肉，真的是说，那烧的超大盘的。然后我们就是这样，就是吃，还有吃茶泡饭，茶泡饭就是那个里面那个骨嘛，然后配那个芝麻饭倒进去，哇、哦！反正我觉得最好吃的烧肉，真的是太完美。然后我们最后还烤麻薯。用小小的炉子烤麻薯，然后这样，那麻薯刚好，因为麻薯我有丝白子，然后麻薯就不是这样放进去嘛，还要这样，因为一开始麻薯这样慢慢膨胀，对不对？就要整个膨胀，然后这样拍打它，要拍打那个麻薯，就等它膨胀，然后拍打那个麻薯。那时候我哥教我，他说这样会比较好吃，会比较美丽，对。熊妹有去吃港元牛肉面吗？我没有去吃牛肉面哎、欸。港元牛肉面在哪里啊 ？Hello， 一二三，母牛来。Hello， 一二三。Hello， 小雨晚安，大家晚上好。哦、oh, ，熊哥有说，对呀、啊，因为那天是其实他庆祝他的生日啊，因为他生日很快就到了，所以我们就顺便去庆祝一下他的生日。对。因为烧肉，烧肉他爱吃，我也爱吃，哈。我还以为他自己出去，他说自己去玩呢，没有啦。因为那天就是我们跟阿姨一起去吃烧肉，超好吃的烧肉，真的是超爱烧肉。然后呢，这几天我们等一下来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就是等一下哈，我们要请大家帮个忙。因为我现在有点那种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今天这两天，就是这4天我出去连假拍照片，然后呢，明天呢就要选10张照片，所以呢，我要请大家帮我选一下哪张照片比较漂亮，因为真的实在是太难选，因为我拍得太完美，我已经从200多张选17张，已经觉得好厉害。还以为他自己去玩了，没有，阿四鱼燕爸爸请的，
没有啦，是对于燕爸爸请的，于燕爸爸，因为这次于燕，因为那个烧，因为他的烧肉不会烧焦，所以我爸就还蛮喜欢吃的，不会烧焦肉，所以我是负责吃的那一种。我建议是全部删除，猛烈猛力呀、啊，没办法全部删除十张，我拍超辛苦的、欸，你知道我从上礼拜拍到，应该从上上礼拜我就一直在拍。拍了200多张，原本我手机只有500多张，现在变700多张哎、欸，一次还要删，因为我太久没有删掉了。原本就300多张照片，变500多张，那这边700多张。很多呢、欸。OK， 我们让大家看一下，让大家帮我完成作业。Hello Google， 好久不错过你，港元牛肉面在盐城区的大城路很好吃哦。那我下次可以去吃港元牛肉面，对不对？港元牛肉面哦，还以为他不吃就不想买单了，他不会不吃啊，很好吃呢。嗨，数字剧小野招募你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让大家挑选一下这个哈、哦，让你们猜一下这地点在哪里啊？这个很漂亮啊，如果去过了应该都知道。对这边的环境很熟悉，对，你们猜一下，你们觉得这张相片拍的如何呢？现在我有17张照片，然后你要帮我删，要帮我挑选10张相片。这是第一张，这张哈是在草衙道，草衙道有一个那个，等我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 ，OK， 等我一下，就是很好看。就是草衙道有个旋转楼梯，它的上面是连接上面的餐厅，它就是排流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楼梯很像瓜牛，所以我明天哦，就是爆料的，我就觉得它长得像瓜牛的那个那种瓜牛旋转式那种。然后就把它拍起来了。这构图感觉就有熊吗？还熊你拍的？这熊威拍的好不好？因为那天就是在草衙道，草衙道有个景象，你知道这个景象我拍超久，因为有熊妈去上厕所，熊也已经回台北了，所以吼我就一直在拍，就各种角度拍一张。这是另外一个角，这是另外一个还蛮像的。这是一个旋转式的楼梯，因为还蛮拍的，因为我觉得旋转式的楼梯还不错拍。你们觉得这个好看吗？可以留着吗？熊妹拍的很好，对不对？抱歉，梅花草的这个方向加油。你们觉得这张相片可以留着吗？感觉如何？好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下一张好了。这张是你们看到草衙道这个，因为它晚上不是有那种喷水吗？这是刚好全部。喷的时候，全部喷水，这个不错吧？因为它下面还有那种灯光，这种夜景的感觉，就是喷水的时候。草衙道，这次我也有去，没印象有这个东西。为什么我好像都没有相遇？为什么你这一班都去这种这么远的地方？这个楼梯你是要在外面，就是这个。喷水池一直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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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走，有快看到一个，那边有一个门，那边旁边就是 Fun Box， 他在看哦，兄弟在看玩具 ，Fun Box 的旁边就是这个旋转楼梯，这是他喷水，这是他的倒影，这张好，是不是每张都是？真的很难挑选呢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倒影。这，我住高雄哎、欸，小姐。嘿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从冈山到草衙也很远哎、欸，对不对？那搭捷运呢、欸？啊 ，Tomo， 我现在在哪里？你在帮我试选，因为我下有17张照片，现在一给大家看照片，然后要选10张。这样倒影，第三张也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很好的，先用个爱心起来。应该行，
然后这个是因为他现在不是，如果有去的话，我记错了，我去跟高中同学玩不行，哇、哦，高中同学这样聚餐哦，对不对？这是他另外一边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，然后刚好全喷，然后后面有这个，这个也不错，后面有他那个，这是展览的，这是展览的那种灯，这样。人家感觉如何呢？它喷水，然后后面是有一种这样这种感觉，然后就是，这张就有点暗沉。这样是高雄展览馆，这是我在车子上拍的，然后这是轻轨在跑的时候，这样是不是有点暗沉？这样，啊、哦，这张是那个你们这台旅吧？台语街廊图书馆上面不是有个楼梯吗？叫意境的楼梯。Hello， 蓝蝶，蓝蝶慕名而来。拍轻轨，对呀、啊，要拍轻轨，因为轻轨这轻轨就有点暗，这样的感觉。Hello， 古早未来影人的，然后这是这个楼梯的角度，这张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那天在迎新拍的，迎新我们去大陆馆，它有个草原，这边是仙人掌，仙人掌的草原在这边，然后是整个绿绿的，然后这边是因为那边有一座山，这边山也不错。Hello ATSU， 这样现在分享我现在拍的照片。台语其实还没进去过，我觉得台语有一些不错吃的，就是例如说港式饮茶，然后烧烤啊、火锅这些都不错吃，还有卖拉面这样。这是因为它这边有个凉亭可以拍上去，然后那我觉得这个蓝天也刚好不错。然后这是。其实他是在拍光影，这样是光影，因为这边有个光影。然后劝局来应援了，大家晚上好，这边有个光影，这样也不错，对不对？然后是在台北101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就是那一天握手会玩，然后呢，也就是我刚好在拍照的时候呢，然后被别人偷拍，被别人发现。被粉丝发现，就是刚刚有粉丝要去握手会第五步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在拍照，然后他就看到我，这是我在101拍的时候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 阿贵仔，晚安。Hello， 最爱乐基的小姨，新来的朋友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，还可以追踪我的什么？追踪我的直播。Hello， 零零儿。大家晚上好。有被粉丝看到没有？因为那是我妈说，她就是我妈说看别份。粉丝的 report， 刚好他去握底部。熊妹有摄影师的才能，这没有啦，可是会拍，因为会拍嘛，然后就拍了好久啊。然后这是那天刚好是旋日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那个旋日？美美的旋日，因为那天刚好有旋日，然后我就拍旋日。所以人家都没读书，有啊！我告诉你，人家读书呢是我星期五、星期六日分享的时候告诉你，星期三直播再告诉你。听起来我很仓促的，没有，我没有在玩，好吧？我很认真。你看这个多厉害，先生！你看现在是怎样的？你有看过吗？是一条线的阳光哎、欸！你看一条线的阳光在这里，超厉害的。一条线阳光，还有阿正，绝不错过你。阿正晚安，是不是很曝光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难挑选？我都觉得好难挑选。
真的，我觉得我第一张可以选那个旋转式裸体，然后挑选这个。这个我觉得这倒影位置不错看，看很美。这个、倒影，你好，你好，阿正，阿正晚安。这张我也觉得不错看，看看。不过你真的蛮会拍的，对，终于知道我的才美。那个小黄真想把它 P 掉，小黄，啊。对，这个小黄有点碍眼，把那个小黄 P 掉。嗯，对，小黄是有点碍眼，哈。Hello， 幻影战士慕名而来，一二三，我现在一二三四，我现在选了四张。我想把，因为其他拍的地方都有一些车子。这个山我也想要留着，这个山还蛮漂亮。看来你 IG 应该会出现第一次没人的贴文了。不会啦，怎么可能呢？都会有我人啊，因为他 po 这个会很单调啊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，我现在还要选五张耶，因为其他都是某些角度耶。OK。再选五张，对，你们觉得这个轻轨要留吗？这个轻轨，我觉得有水的都不错，有水的人们去而已，人们去的那，人们去的那，你说都去累积那边吗？累积，对啊，我觉得有水的都不错，我真的觉得水很好拍，如果大家想要拍照的话，可以去拍水。水真的是一个不错拍的地方。水要留，要留。干嘛？那有偶尔放个有意见也不错。我告诉你有意见啊，要多留言，多留言，对吧？多他说哦，这个拍到配啊，可以放个我的人影，我的人影。这样的，这是我们高雄的知名轻轨，夸张吗？可是这超暗，我就觉得这个楼梯很意境。你看，哦，走到这个康康葡萄上面，哦，这样很漂亮吧？好啦，因为我们老师说呢，他说要叫我们解释为什么你要拍这张相片，所以我们现在来想要怎么解释。拍这张相片呢，你们觉得这个可以想到什么东西？这个旋转式楼梯，你们觉得可以想到什么吗？旋转式楼梯，因为我拍这个旋转式楼梯，就觉得因为这个楼梯就感觉是还蛮好拍，因为之前看这一些其他素材，就觉得旋转楼梯比较好。原来是作业，还以为你要放 IG， 哪有？我刚才就说大家可以帮我来完成那个作业。好了 ，IG 我也会发啊。你知道我拍了200多张，不止这些，好不好？之后你就看哇，这个每日，等我想一下，你知道拍这个 IG， 这个 IG 要写那个文字，你要想哦，美美丽丽的照片。可以想到楼梯，对呀、啊。刚刚银爵内鬼部队在不在？部队在不在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笑死，还以为你进步了，说没有啦。我本来就进步了，直接介绍作业，你们看作业两个字，然后打上去，然后我手机里面还有一些很多，对，很多。像这个水池哈，也可以交作业呀、啊。这个作业也可以发一个两用，有一个绵延不绝的感。哦哦，所以我拍这个就觉得，哦，这个哈就代表
就代表这个感觉这个有一种绵延不绝的感觉，就觉得它可以哈，就是很有那种意境，那种爱丽丝梦游三险境那样哦，那样旋转式这样跳跳的那种感觉。暂时不能跟熊妹说内鬼部队是什么？为什么？熊妹说内鬼部队是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快点，熊妹内鬼，内鬼到底是什么？谁是内鬼？鹦鹉螺，然后它感觉有点像瓜牛的壳，瓜牛的壳，是不是瓜牛？好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要讲什么，好吧。然后这个是这个，我就觉得哈，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还这就是哈。我去逛那个，我去逛百货公司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不是要放油水吗？对啊，放油水的、啊，这有水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想一下怎么讲。看这喷水哦，这喷水的噗，感觉非常的厉害。第一次看过这个喷水，哎，喷那么高，还可以抓到这么好的角度，很梦幻的感觉。就我觉得这个很梦幻，这个叫魔镜魔镜魔镜年，魔镜魔镜，谁是最漂亮的？就是我，这样的感觉。很梦幻的感觉，非常梦幻。我刚才讲什么？我刚才讲什么？我刚才讲什么？讲什么？这个我就说久违的喷水。啊，这个我就打这个 IG 可以打魔镜魔镜，谁是最漂亮的女孩？然后这个，所以以后就发 IG， 你们在 IG 看到这个，不错吧？喷水哦，就想到那家难吃的鸡肉饭，梦溪呀，不是喷水鸡肉饭呀，这是哦，它是魔镜喷水。不错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天我就觉得最吃亏就是一件事，你们知道什么事？拍飞机，因为草衙大不是可以看到那种，因为它那边旁边就是小港机场，然后那飞机就降落，因为它很低，因为准备要降落，所以就飞得很低，然后真的不好拍。之后我在那边等飞机，就是因为一开始有点嘘，那种很大的轰隆隆的声音，可是呢，我还是没有捕捉到，虽然捕捉到是糊的。然后后来我后来，因为他后来班机都没了，到就过很久，一直坐在那边看那个飞机有没有来。然后结果没有，你知道结果我到就快要走的时候，那个飞机才出现。还有没有捕捉到那个飞机那美丽的景象哦？飞机，骗观光客就白粉，因为你是个笨笨的观光客，没有现在去调查这家店的评价如何，对不对？魔镜，魔镜。Hello， 提取哥想要到家啦，辛苦啦，辛苦你呢，哦耶！你动作好大，我动作好大，没有，很优美、啊。辛苦了，你可以跟平人借飞机，知道吗？这样，不行，因为不能变转档，我说困，我说说这个档案啊，如果是这样排，因为还有个格式的档案，哦，到底要选哪几张，真的太困。很美啊，我的肯德基啊！为什么你又吃肯德基了啊？你这样食量，我是觉得哈，你这大卡，你是破，你这体重是不是很重啊？重量级，是不是很重啊？每天要吃肯德基对身体不好，像我都是一个很清淡的那种蔬菜呀、啊，这样东西的认识。Hello 00200，晚安。我家也待四年，也不会蠢到吃那家嘞。啊，你就是去吃，为什么这很难吃啊？妈，各喝起了，妈各喝起了。我昨天也吃了麦当，哦，我也想吃麦当劳，好讨厌。你不是有见过面啊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我怕他越吃越胖，这样很困难的。在你到时候还说声，哇、哦，好累哦，哇、哦。肯德基食量飙高呢，只要不行，虽然我也想吃肯德基耶，我也想吃肯叉鸡，还有那个肯叉鸡的北北，他说，看，有胡子，算了，不能吃，好啦，我吃麦当劳，
你吃麦当劳，你在吃什么啊？很轻耶。还会担心小便的健康真乱？没有，我是怕他吼，以后你给我这样倒下来哦，那就没有人当小便，我会让子阳太辛苦。Hello， 黑哥，黑哥哈，我觉得黑哥每次进来，他就有那个小孩那个脸，好可爱，而且他那个黑 Halloween 的那种感觉。Halloween， 一个晚安。小便是常常其实多一点没关系，没有，我已经很胖了。不行，要减肥。我妈妈说我要减肥。我告诉你，我的体重很吓人哦，吓人到我裤子都快穿不下。真的啦，太胖，五糖。所以最近哦，小妹晚上想吃什么？我想要吃。我想吃面。对，我想吃面。就昨天去吃饭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吃那种冬粉面，感觉不错吃的那种。你又多吃一点吧，不是还长高？没有长高，已经停止发育了，已经停止发育，长了180。不可能，已经停止发育了，今天已经停止发育。熊妹是暖熊，对，我是暖暖的熊，又叫我暖熊。哈，小雨，小雨晚安，大家晚安。还有 Google 妹妹也来。你不是快174？173.5加0.5就等于174啊，不管，就是自称174。可是我已经很胖了，不行。人家裤子会穿不下，虽然我裤子已经会穿不下。我喜欢大麦克，我也喜欢大麦克耶，大麦克超好吃的，嘿，大麦克，我一起呢，我也好想要吃哦。太伤心了，麦当劳离我好远，麦当劳离我好远。还有泡泡，泡泡木也来，泡泡木也来，到175就。48是最高啊，不，48 Guru Pro 175这么高吗？没有那么高，175我觉得很吓人哎、欸。你喜欢吓？发育基因太优了，不好意思。可是那还是会胖啊，不行，不能胖。CKUNK 的900，总练法木也来。摩斯巴嘎才是最好的，我觉得摩斯巴嘎。那天我吃了摩斯巴嘎以后，肚子超痛。对，肚子痛。你知道结果隔天怎样吗？隔天结果我发烧了。我吃完摩斯巴嘎，结果隔天我就发烧了，厉害吧？所以你想几公斤？不好说，已经变成全部人最胖了。真的已经变成我们本团最胖了，因为其他人都瘦下来。可是我要瘦下来有点难。哦、我快要，这不好说。还有林正业慕名而来，因为到时候我会飞，到时候我需要减肥，真的太好笑，不行，告诉你，快就是已经，就是比别人还要高，真的，比其他人真的还要高很多。对，不要讲太白就好，相信哥。Hello， 大家晚上。还不好说，现在那些人比身高。对呀、啊，不行，因为我虽然比较高，可是体重还是要跟大家一样，标准要一样。我是台中帅男，神推古吕思维，追踪主播，谢谢你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然后下次的直播时间是。6:30到7:30，10月16号6:30，欢迎大家来看直播。顺便比个鼻炎啊，不行，鼻炎我不担心，鼻炎要比其他人高，可是我体重很重，因为体重我们标准是一样的。然后而且我要重下去，我裤子穿不下，要重买那裤子，我妈说，我妈怎么塞塞的。请问长得177刚好不行，177我会觉得吓到，因为床旁边 Google 睡耶。你好，一起说你是学生？对，我是学生，
我今年16岁。你好，你知道50kg 应该多少？不，50应该就是快到50kg 了，因为我们船员没有人到50，之前有人，就是之前50都瘦下来了，瘦到剩48，可是我不可能再瘦了，不是因为我破50，然后我升上去就不会再瘦下来，很难再瘦，除非得了一个什么病，真的。看他们有没有比例，他们的就是他们的，反正我就跟你说体重是一样的嘛。这次哦，你是国中生，没有，我是高中生的。高中生，你把某某放哪里？没有，某某已经瘦下，他没有50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已经50，我50的话，我裤子已经穿不下嘞，我裤子已经穿不下嘞。不要管那个吧，你这个身高没50不太好，那就48保持好。你就是没办法48，已经超过48还是48。我就跟你说，只要升上去50的话，我就越来越重，不会越来越轻，我不会瘦下来了。这是我特性，一开始就是45，然后就升上去47、48，然后变49、50。50的话，我不会再瘦下来，我一直升上去50、51、52，我也不在50、55那种，对不对？欸，很可怜欸，要吃减就减肥，我觉得啊，这对我来说太难。你裤子穿不下是因为身高长高的关系？没有，因为裤子穿不下是挤不下，还是在长高欸。哦，我这有裤子都快那个破掉了，因为我这裤子是45公斤买的裤子，我现在已经50公斤，差不多，因为49.几50嘛，这个差不多50。发现我还没还几个月我就变50了。50欸，你这个裤子都已经快塞不下，很难塞。而且就是因为我妈不会再买，因为裤子，因为每次买一条牛仔裤都超贵的，贵死了，我不知道买给谁穿。那你还是肯的，因为我就想要吃啊，没办法，因为想要吃啊，我不会阻止我的口。想要吃就想吃呗，小妹奇怪，小妹吃鸡块沾，我吃鸡块不会沾东西耶，不然就是沾麦当劳那个酱吧。AKG 50不行 ，How I H 就不错过你，这样不行，要瘦身，很可怜呢。要不要跟我一起吃素？不要，我吃素，我吃肉，嘿嘿，我是肉食性动物哦。Hello， 陈宇飞来应援了，不行，这样太胖了，所以从今天起没办法喝乌巴，真的很困扰欸，我只能一直吃上去，可以啊，这样比较健康。你确定哦？到时候我就越来越重了，这样不行，告诉你，就因为前年因为那个什么，而且我妈，我告诉你，在我瘦下来，我妈就给我吃东西，因为现在我一直吃上去，我妈说竟然禁食你哦，禁食你，她叫我走路去上课，很过分，对不对？你看变胖就没有好处，还不能吃东西，很可怜哦。还有曾志祥来应援了，大家晚上好，就可怜的呢，是不是安尼？都没有等我的辛苦，而且，这样很困难。你看，为了升上去，到时候还是生菜沙拉，生菜沙拉，真很可怕哎！我都不吃生菜沙拉，我要吃什么？完了，我 T 恤又要重做吗？不行 ，T 恤我身体，我上半身没有胖，是下半身那个。你看，看我还那么瘦，你就感觉胖的感觉没有啊？鸟说的佛行素食好吃，素食哦，刚刚我真的有去佛光山吃的素食哦，我真的是极度困扰，那天我都没吃什么东西。还好，走个路而已，走完就20分钟的大热天哦。所以现在50，我不知道，我都没有量体重，因为那天量49.2吧，可是应该很快就变50的感觉。因为最近吃太好，那不就是不倒翁的身材？对，应该不倒翁是啊，不倒翁上面。上面很瘦，下半身很胖。我是不倒翁，不倒翁，你要去叫我不倒翁。
接下来我现在是不倒，以后请叫不倒，怎么办？好可怕！以后要跳减肥操，一二三，运动身体好，这样拉拉，很可怜呢。嗨，我汤姆又来了，大家晚上好。不要怜悯我，我现在那么多人开播，像四个人哎、欸，加我四个人刚好而已吧，就是不能说刚好。我上来没有刚好的体重，真的。Hello， 圆圆狗嘴仔，晚上好，50K 新材，不要，不管小妹你们是没办法。记得新来的朋友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还可以追踪我的直播哟，谢谢。没办法，我的腹肌都练不出来，是一头醉鸡。高雄石头庙的素食很好吃，红肠。高雄石头庙，石头庙在哪里啊？素食哦，哦，素食好像不错，可是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吃素食哎、欸，而且我们就是那个我知道有一间素食，你知道我上次在素食店加了多少？加100多块，你超过了嘞！我一个人吃了100多块素食便当，然后呢，你知道，然后我爸妈就是我爸和我弟就加不到100块，真的。毕业啊，才16点啊，吓死人的傻，会吗？是的是，现在金门很凶，我讲什么？我还没有加入50K，我还49哎、欸，对不对？16太低了，不会啊，我刚好16，有可能我现在因为我身高蛮高的，可是。啊、不行，不行，你有裤子都穿不下，我也好害羞，是不是很可怜？像阿胖额头7公分，下巴4公分，母牛啦，语音爸爸，看你这么瘦不会心疼？没有，还叫我，你就不耶嘞，我要减肥了。人家他今天就是开车载我两个，他就说你有没有瘦啊？他问我你有没有瘦了、啊？然后就说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今天原本昨天叫我走路哎、欸，他说你加个肥干嘛？没个老鹰，嘿嘿，这样他不会心疼我啊，就可怜嘞、欸。真的问看看医生体重，比一比小妹，医生也很轻哎、欸，医生比我还轻哎、欸，我就跟你说，现在每个人都比我还轻，哪个字？真的、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每个人问一下，一定没有人比我重，都47、45、46、30几那种。像小迪也瘦下呀、啊，变得很美哦。下次换我再瘦下，很可怕呢。我没办法，因为我瘦下有点难，因为我不吃生菜啥的、啊。然后呢，我肚子会咕咕叫，咕咕叫，但不行啊。我都觉得我很心疼我的小肚肚呢，我的肚子都很心疼他，都晚上咕咕咕的叫，还不会吃东西，啊，好可怜哦。Hello， 不过你快比他高了，可是他已经比我瘦，真的。紫红老师比他，好害羞。Hello， 小杰，好劝节目的他，好可怜哦。OK。其实我觉得素食便当不错，我告诉你，上次我声音有素食便当哈，我要嚼我喜欢粗的菜，哦一系列。我的福佩哪来了？胖老爹来，你是掉了？你是打了什么？我发现你是大食量胖老爹，然后又麦当劳又肯德基，所以你今天到底吃什么？哎，你怎么可以叫福佩哪？福佩哪来很辛苦，你给他自己走路去买，你要吃这么高热量的食物，大家走路啊，真的是哦。石头庙在田寮区新兴哦，石头庙这名字好酷、哦，现在省到180，56K 学妹不行啊，180太高，我们家都没有180，真的没骗你了，没有180，很可怕，长得那么高根本就是怪物，女生，哎，女生长得很高哈、哦。因为男生比你矮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学校的男生就是都比我矮，我就觉得哦，压迫力好高啊！干嘛在讲嘛？哎，这样，不然是跟我一样高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我不救他们会失忆，
不是啊，你不叫也会有别人叫啊，对不对？也不是需要你，全世界也不需要你一个人。那熊那小妹晚上也走路去买饭，对，我每天晚餐都去走路买饭，我多勤啊，我不是你心啊，是那种高热量的食物，真的是齁。刚刚去查，我国建议女生 BMI 最好在18.5，24之间呢，就恐怖了，我裤子都憋起啊。我也不一样，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长那么高，怎么长那么高？我们现在真的很有压迫感，男生，因为就是我们那一层就男生嘛会比较多，然后看哦，就是跟我差不多，应该跟我差不多，可是很重，然后不然就是比我矮的，怎么样？然后他们也压迫运。我喜欢喝星，我今天也喝星星哎，我的惨了，我又要改家了，没有啦，我也喝星星。你刚刚清新也叫那个吧外送啊，真的是太懒了哦。你这样还要减肥，我是不是要去检举？你要去哪里检举？进这个吗？什么卫生所卫生检检举？有一个小妹妹体格不良，弱一点很可爱，压力不要那么大。其实我对这个没有压力啊，只是哈。只是因为我都被限制要吃什么，很困扰，真的，我被限制要吃什么很困扰，所以这让我这种每天肚子都咕咕叫，都会让我去哦，心好累。这样，我没叫我外甥，我就叫我爸说，哦，你真的是很懒惰的呢，母汤哦，这我真的觉得吼，你这肥胖基因太多了。以后过胖，你是 BMI 超过那个过胖体质，这样不行。你怎么会？而且你爸一定比你老，你怎么可以叫一个你这么比你大的长辈，还养你这么大的人，养你到大学，还叫你爸送？应该去买给你爸这个男人。你也知道长体格？对呀，我体格不良。我话讲，我刚才提个标签，他不会听的。妹妹多叫爸爸，没有，我告诉我爸，我爸不会帮我买，我爸该去买啦，我就可怜，想吃什么都要自己去买，很可怜哈，因为我爸爸不想孤单一人。好，那晚餐熊妹煮给爸爸妈爸妈吃，没有，晚餐哈，该去要。然后晚上自己去游泳了。你还比最低速度少？对啊，自己买啦，妹妹，我们家都自己动手动脚去买，而且我爸爸喜欢有人陪他去买。像我早上很早起的时候，他讲，要不要一起去买早餐？要不要去买饮料？就是不要，人家给他超久了，好累啊。小妹喜欢吃辣椒鸡排，我喜欢派克，我喜欢，我什么都喜欢，我喜欢派克，我没有吃过，我喜欢吃阿良羊鸡排、阿良羌鸡排这样，我目前只吃过这两样鸡排而已，对。然后可怜，我还不是自己买菜自己煮，对呀，就是要自给自足嘛，像那个你一样，不骗他。真的是哈，把你惊了。啊，你回阿嬤家，熊爸熊妈有被阿嬤骂吗？没有啊，不会被阿嬤骂啊，因为熊爸不会被阿嬤骂，熊妈吼，为什么会被阿嬤骂？因为没这样煮菜吼，没这样煮菜。可是我爸妈都会煮菜，我爸会比较会煮啊，而我妈吼啊，厨艺不佳。高雄不是有丹，对，可是我不常吃丹丹，但是离我遥远的距离。还有贝木棉来派个站站，可是我家附近不做，派个不做了，你该自己去自创，开创。告诉你哈，开创哈就是要加盟，是不是？加盟就需要加盟基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然后就不知道了，不好意思。
性太臭，阿嬷都拒吃。没啊，我阿嬷，因为我阿嬷都吃那种，就吃啊，我都吃很多。啊，好，我又每次去的时候都吃那种什么蛙，不是那个什么菜桃贵啊，我们也菜桃贵，什么糕的哦，嗯，萝卜糕，对，萝卜糕，很多萝卜糕，然后吃白饭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妈的，哎，夹少一点啊，夹一点，来接。啊！吃哈伊大颗，哎，啥呢？我要吃什么时候帮我一提？每天真的因因你爸妈喜欢你肥肥嫩嫩的，就高足眼的，这样蛮好看，对不对？自然美。可是我就下班就是，对呀、啊，咕咕的啊。看来我们家跟别人家都不能，哎呀，心疼嘞！哦，我不知道你那天为什么破五十，应该是我那天吃烧烤吧，因为我烧烤吃还蛮多的哦。因为我哥哥烤肉，哎，你是夹给妹妹吃，虽然老，因为我哥已经吃太多了，拿给妹妹吃，然后我弟也没什么吃的。还有最富水果叫猪来捧场了，大家晚上好，晚安。Hello， 何景喵喵，何景喵喵，晚安。阿嬷家小孩表姐是也胖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像我阿嬷家，呵呵，像我阿嬷家的，都瘦瘦的，瘦瘦的。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自主式，没有传统的那种观念的，所以哈，都要听。妈妈的话，对，拍科技拍超好吃，好可爱，对，这样多可爱，不错啊！现在暑假还要煮饭给家人吃，熊妹要不要学煮饭？哦，我也会煮饭，我会煮菜。林元你还对呀、啊？他说我都没有真下巴，真下巴，下巴是尖的，变成尖。下巴尖的呢？还是我下巴？你看，不是下巴都很尖，啊你圆的，还有松下巴这样。好啦，煮饭，我会煮饭，我不会煮饭。家人煮饭啊、哦，不，可是身体太瘦，对啊，身体很瘦，对不对？都变成那种 muscle 的感觉，那种壮那样，雄壮威武的感觉，这样以后这样。这是海鲜面，我会煮泡，我会煮泡面呢、欸。哦哟，我当然在里面煮泡面，不然你会叫什么敷面打不稳，你也不会煮菜，哈哈，笑你。以后呢，我就是贤惠的姐姐，来煮饭，好贤惠啊，还在拖地，还在扫地，还在拧拖卡，这样哦，超贤惠的。上次我，你觉得你的手指骨头，我的骨头的筋骨超好的，还要啪啪啪，那骨头啪啪啪这样的感觉。你哪会煮饭？看你村里多的真是，哇，有一煮饭就能煮，哎、欸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知道那天他煮厨房，他不是拍几个什么炒那些煮的东西，我在想要煮什么。煎蛋唯一比较简单是蛋，可是我们蛋哈，就是蛋有打哈，因为我第一次炒菜。是第一次哦，因为我家从来不有这种东西，煮那么多东西，从来都不会，所以煮一锅白饭而已，所以我也不会煮。然后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家那个什么，我们家也有那个什么，那什么，那炒菜叫什么？电磁不是电磁，微波炉不是，那什么炒菜那个叫什么？炒菜那个桌那什么？那什么那个东西？有服务不能讲，不行，自己走下去，比我的手还要硬，对呀、啊，超硬。不知不觉越来买了 Nike 200，我穿了半年。哇 ，Nike 200突哎，一月份有空去越南，顺便买一双拖鞋。欸，在越南买了那种品牌一定很便宜，就是运动品牌啊、哦，超好，可以买很多。国产不是国产下面不是那个什么炉啊，就是那个哦什么，那个什么，那什么炉啊？
炒卤，就是卤锅炒菜锅，然后下面要放那个卤，这样，那下面什么卤啊？瓦斯卤不是瓦斯卤，不是瓦斯卤，是那种炒菜那种家庭用吃的那种，然后就有两个那个火，然后砰砰，然后上面还有啊抽油烟机，下面一个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抽油烟，我突然想到抽油烟机，我刚才不想不起来上面什么东西。抽油烟机下面不是那个什么炉啊？什么炉？哈，老王绝不错过你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炉，就是那个炒平底锅，下面要放啊电磁炉，不是电磁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炉啊？快点啊！气死我了！抽油烟机下面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反正忘记了，反正好。不管了，到底是什么、啊？不是瓦斯炉，也不是电磁炉，到底什么炉啊？它什么炉啊？瓦斯炉吗？是瓦斯炉吗？它是瓦斯炉。啊，随便啊，就讲瓦斯。小妹喜欢吃越南食吗？我喜欢河粉、春卷、鸭蛋蛋。我喜欢吃。牛肉河粉，还有凤梨炒饭，超好吃的。越南的锅还没在做，你就跟你说我叫那个什么炉，今天封起来做什么菜呀、啊？因为我妈说哦，因为抽油烟机，她说哦，那油烟味太重了。就是假如对面就对面有煮煎鱼的时候，我妈说干嘛要煎鱼啊？我去外面买买，她喷了我们整个家都油烟味噻。她说来油烟味，她不想油烟味，她就说这个人家油腻腻。然后她就说啊，无人会洗碗，什么碗割的？因为我妈也很懒，所以她就不洗。所以我们就不会做菜，对，真是连体婴啊！没去过厨房，有啊，我家有厨房，对啊，应该叫瓦斯炉吧，对，瓦斯。我家有厨房啊，厨房就是拿来洗餐具用的呀，切水果。卡式不是卡式，应该是瓦斯炉对吧？我不知道什么，反正是炉吧，气死了。前面会帮我洗，会耶，我会帮我洗吧，就那个对，吃饱饭他就趁身用，这样去洗碗，我会洗碗会用心良苦。这样讲熊妈你都不会被打，没有，就开始讲嘛，因为我妈，我记得小时候吧，就刚开始搬家，知道吧？还在国小哎、啊，幼稚园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爸好像会煎蛋，对不对？好像有煎蛋过，用平底锅煎蛋给我吃，然后之后就没了，因为他爬不起来，之后就没了，煎蛋就从此消失。我记得回去，我妈姐姐有养鸭，每天一盘鸭肉、越南哦，鸭肉哎、欸，我超想吃鸭肉，鸭肉、鹅肉最起哦。超欧一系的嘞，没大没小，我没有没大没小，我很尊敬。啊，是每个月都要补习，我要对老师 ，IH 有什么？还有 MU 小U 小妹会煎蛋，会，我煎蛋比你厉害哦，会煎蛋，就炒蛋啊、碎蛋啊，切一切，咻咻咻，完美，嘟嘟嘟嘟。还有可心专属照相师周哥慕名而来，请问是熊妹叫我做菜，还是熊爸比较会？当然是 ，It's me。兄妹，气炸锅什么？哦，气炸，就是气的锅气炸。而且很多菠萝蜜甜，我也很爱吃榴莲。我也没吃过榴莲，榴莲很臭吧？对不对？也自己来看到熊妹在表演的时候，我没有表演手语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表演手语，手语出去。表演手艺是不是很优秀啊？谢谢。会煎蛋怎么讲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最基本的、啊，不像你新人一定不会煎蛋，不然他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啊？对不对？乔林妹妹佩佩追踪主播，谢谢你追踪主播。
有点很8点了，再见，拜拜拜拜，8:05没有8点，你要走，拜拜 ，Say goodbye。我应该表达什么吗？我觉得你不用表达什么，就是哦，小妹太优秀了，谢谢。比刺猬还要更刺。对，你有点是啥？我真的觉得他可以，那个炸弹可以做榴莲图案，榴莲炸弹，砰！天，真的很感觉。还有小静，10月17周年，他写这首歌什么？枫叶，枫叶，写这首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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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的10个枫叶，辛苦啦！欢迎哦，雨安，雨安。谢谢哦吼送，加油！我相信你的实力。谢谢周哥，哎呦，周哥，不为了剪彩一整个没办法生存，我要播茶叶蛋。哎呦，加油！我相信你。哎，这不停的哦，加油！相信你，我相信你的风雨点。Hello， 下次直播时间是10月16号6:30哦，也来看我直播。还没喝，熊妹就是跳，我没有，我没在喝有东西，因为东西不太适合，对不对？波蛋算什么鬼精？波蛋，你干嘛看到波蛋三步？先打开，不是先打开，先拿开的嘞，这样。就波蛋三步，这样像先这样那么绕一绕。然后就播会比较好播，我也不知道，在看网路上的治安蛮不好的，整路在不，完全都睡不着，大车速度快的。哦，我睡不着，888对我来说，因为我都已经睡死了，888没关系。Hello， 彩虹花。好啦 ，OK 啦，我们就期待星期三我们要讲什么。星期六日的内容吧，各位，既期待什么啊？不用，这个不是常吃的豆腐吗？因为我是之后才会，我没有常吃啊，有改的，更大声啊，开很快又还哦，那超大声，像啊，嘣嘣嘣嘣嘣这样感觉，真读书内容，对，读书内容，哦，对，我告诉你啊。读书，我今天读书哈，读到哦，噗，这样气，这样，要炸，这样炸才。我们考的超难，来听你段考成绩，自己慢慢啊，别想哦。哎，我们星期三才开始考，我星期三月段考，考2科而已，超少的。现在考申请，可以考2科哎，然后是下午。考人家考什么考？国文和会计，我会计都还没玩完，呜、哦、，I can play ball， 会计要背完了，我要去读会计，认真的小孩就去读会计。有回去的话，我可以直播 ，OK， 你可以拍给我，因为我不会开直播，你可以拍给我看，拍一下那个越南的美景。烤个葱花蛋，啊、哦，我也会煮葱花蛋，哎、欸，我有煮个葱花蛋，来吃那个葱花蛋不错。不错吧，真是好，还可以扶我自己。会计怎么会计？哦，告诉你，我这几天都要背会计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每天跟会计相处，我在背鱼销，喂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念。会计自己教的，我没学过。我告诉你，你学了一定一个头两个蛋，真的。我想要。麻烦黑猫，谢谢。真的吗？你想要哦？我告诉你，我煮个非常欧一喜，吃到、哦、入口即化，然后那种蛋的爆汁的那种嫩嫩的，真是太入口即化，发现我厨艺还不错。Hello， 犬橘熊妹有越南妹的感觉，只是我觉得我没有越南妹的感觉吧。我有看 SG 哦。所以我发现也跟 SGO 任何一个面子问题。还有尼西昂，因为我问你哦，尼西昂，你会计好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尼西昂会计好吗？你看这次是我问你问题，应该感到感动，对不对？
会计好吗？你心有访问一下好了。啊，你的照片怎么办？哦，我的照片哦，我大概已经差不多了。我现在不担心照片，我现在担心的是会计哦，会计超弱。我真不知道哈，为什么数理科这么烂，气死我了。会计不错啊，我不相信。我没有求他，你不求人这么高姿态，我没有求他，我告求他，哪有人求粉丝的？不行。我发现我觉得他哈经济系嘛，对不对？我在刚才听那个查查和小钱哦，听他这样讲哈，我都觉得他那会计吹牛的。不相信问个嘛、哦、我就问一下呗，你想什么啊？啊，那我问你啊，那你本努力不厉害？Hello， 你 Miso 晚安。我发现这问的哈，跟我哥问的一模一样。你知道我跟我哥说，我问我哥说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瘦？啊，什么都随便吃，笑死老铁！快点，你本努好不好？问一下，我的口吻哈，跟我哥讲电话一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听不清楚。我说你分路好不好？目光一直注视在脖子的那个玉，那不是玉婷，那是胎记，那是妈妈生下来就胎记，她怕我找不到，她怕找不到我，所以她就生了一个胎记，因为我们全家人都胎记，因为她觉得她的小孩都跑不见，所以她就蹦个胎记。是不是胎长脖子上好，真是会让人家误会啊！真是啊，别跟我提到胎记的东西，一想到就气死我了啊！这故事哦，不好说话，别跟我提胎记了。插歪手画出来，然后写红给跟需求画曲线。啊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也跟我一样吗？什么叫插歪手画出来？我心语耶，算了，我跟他不同类。我没有学这个，你分数是不是跟我学不一样？好吧，不问他，太难了。大学生果然跟高职生不一样。拜拜，本日问答已结束，拜拜。